大家中午，今天开始吃饭了，已经一点钟了。今天就吃点简单撇头的饭。没炒菜，今天看吧就没炒菜。昨天晚上就是老婆买的鸡腿儿，还有便便是炸了的。由于今天早晨起得晚了，七点钟了才干起来，所以说就没炒菜，撇头了。带你的啤酒喝一下，精威啤酒。好大一个鸡腿儿 啊这么大一个，在五彩摊子上去买的话，这么大一个起码要五六块钱，还是实惠吧。猪的胡说完，我记得在外省打工的时候，在火车上赶火车，火车上那个一个鸡腿要10块钱，还没这么大，小一点，都是10块钱一个。啤酒也就简单一点吧，一人中午大不了就是几块钱的生意。就是工地上不准喝酒的，我走那个室内地面上就喝了，就没事。因为那几天在回那个门，封门嘛，就是不是高架，如果是高架、外架，工地上是不能喝酒的，就是喝一瓶小啤酒。是在掐牙齿，掐牙齿不要的，那究竟是个鸡腿儿是鸭子肉，吃三个我都没吃出来，反正是面扯面扯的，面啾啾的吧。老婆她是个鸡腿，我的话是个鸭子肉。今天简单有实惠的生活就吃完了，视频就录在这里，大家有什么看法想法请在视频下面点赞留言一下。
唱个医药费付一门，好，拜拜，再见。